今天我们要进入南一课本第一课。Have you ever heard of a Christmas Carol?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 Christmas Carol? 这一课之中的文法教学，这一课呢，我们会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法时态，叫做现在完成式 Present Perfect Tense。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现在完成式有三个使用的时机，第一个。表示事情发生于过去，但是时间不明。所谓的时间不明，也可以解释成时间并不重要，而是动作比较重要。举例来说 ，I have eaten the cake。重点强调的是我已经吃过蛋糕了，而不是时间点。但是当你要说事情发生于过去，而且时间是重点，时间很明确。举例来说，晚上八点的时候，我把蛋糕吃掉了。这个时候时间明确，我就不可以用现在完成式，而必须要用过去式。句子就会变成 I ate the cake at 8 o'clock。 这是现在完成式跟过去式最大的差别之处。第二个使用时机，表示到目前为止曾经有或没有过的经验及次数。我们来看一下例句。I have swum in the river. 曾经在这条河流之中，我游过泳，表示你的经验。第三个，表示事情发生于过去，而且持续到现在。举例来说 ，I have studied English for 6 years. 以上三个就是现在完成式它的使用时机。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句型会是长什么样子。它的句型都会运用到一个字，我们非常熟悉的叫做 have 跟 has。 那 have 跟 has 在现在完成式之中，它并不是一般动词，而是助动词的角色。所以同学会注意到 subject have has plus VPP。 VPP 我们翻译成过去分词，实际上就是动词的第三态。举例来说 J has arrived in Taiwan. 这个 arrived 是动词的第三个形式。刚刚提到说 have 跟 has 在现在完成式之中是扮演着助动词的角色，所以当我们要否定它的时候，我们后面请直接在 have 跟 has 后面，助动词后面加上了 not。 所以例子是 I have not beenTo Mayday's concert yet. I have not been to Mayday's concert yet. 所以在这边请大家先掌握一个概念， have 跟 has 加上 VPP。 第二个概念， have 跟 has 是助动词。因为我们讨论到 VPP， 来看一下，基本上 VPP 都是有规则可循的，所以同学可以注意到第三态过去分词，它的规则就是我们二年级、八年级所学过的过去式的规则，请直接加上 ed， 或者加上 d， 或者去 y 加 ied。 但是有一些动词，它并不是属于规则变化，而是不规则变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举例来说，这就是不规则变化。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cut cut cut， read read read， 这三个动词，这两个动词，它有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它的三个形态都长得一模一样。在中文里面，我们应该常常听到老师们说，这叫做三态同形。那我们再往下看 ，become became become， run ran run， 在这里的第三态就跟前面的第一态长得一样喽。继续往下 ，leave left left， pay paid paid， send send sent， 在这里第三态跟前面的第二态长得相同。右手边。
B was were been. Do did done. Eat ate eaten. Go when gone. 在这一个系列之中呢，过去分词跟前面都不一样，自己独单独整理。至于在这个过去不规则的过去分词的背诵，老师会建议你们先把它养成语感，大声的念出来，不见得一定要靠死背哦。当然，多做练习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完成式它的句型，因为是 subject、have had、MVPP， 有时候 subject 跟 have had 会进行一些缩写。Right, so 我们来看一下 I have 缩写变成 I've， You have 变成 You've， 一撇 V-E， We have, We've, And he has, his, she has, she's。 最重要的部分在于这个 his 跟 she's， 这个目前为止对同学来说还没有学到现在完成式的时候，He apostrophe s 只代表 he is， 但是因为现在进入了现在完成式，这样的缩写就代表了第二个含义，就是 he has。 同样道理， she apostrophe s 在以前同学的概念只有 she is， 但是因为加上了现在完成式，它进入了第二个概念，它也代表着 she has。完全要由前后文才能够判断到底代表的是 is 还是 has。 下面 have not 缩写变成 haven't， 还有一个 has not 缩写变成 hasn't， 请问大家还记得吗？刚刚老师说这个 have 在现在完成式，它的词类是一般动词还是助动词呢？很好，答案当然是助动词，它才有办法这样的缩写哦。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疑问句的句型。刚刚老师一再强调 have 跟 has 是助动词，所以在疑问句的时候非常的简单，我只需要把 have 跟 has 移到句子的最前面就可以了。那因为疑问句中我们常常是要说明你做了这件事情了吗，所以会加上一个上位，叫做 yet， 在句子的最尾巴。 So everyone, let's read the sentence together. Have the band finished their concert yet? Together? Very good. Second one, has Lily turned on the air conditioner yet? Very good. 所以在疑问句之中，一样请掌握 have has 加上 VPP， 我只是把 have 跟 has 这个助动词放在句子的最前面。 Next one， 至于回答肯定的时候很简单，刚刚我们的问句是用 have 开头问，回答的时候就请你用 have 来回答，所以刚刚的回答会变成 Yes, they have. They have already finished the concert. 关于 Lily 的句子，我们的回答 Yes, she has. She has already turned on the air conditioner. 同样道理，这边的句子我们要强调已经做，所以会加上一个 already。那至于前面 have won, have 回答 has won, has 回答。否定句的时候同样的比照办理，我们只是把 have 变成 haven't, has 变成 hasn't。 我们一起念一次 No, they haven't. They haven't finished their concert yet. No, she hasn't. She hasn't turned on the air conditioner. 要稍微注意一下小细节的是，在疑问句之中我们会放入 yet， 否定句我们也会放入 yet， 肯定句之中我们会放入 already， 但是这些如同我们在 PPT 上看到的都可以被省略哦。
接下来 ，Let's have some practice。同学，请看一下，第一格我们要填什么呢？给大家十秒钟思考一下。OK， 第一格大家应该会填 have， good job， 因为是 you， 所以我当然用 have。听了， so the verb is heard。回答呢？ Yes， I have heard。 Very good， everyone， let's read together。 Have you heard a Christmas carol？ Yes， I have heard a Christmas carol。 第二题，一样给同学十秒钟。好，相信同学应该都已经想好了。第一个，你的答案应该是 have 还是 has 呢？ Of course， 当然是 have。吃过午餐了没？动词是吃，所以 eat, ate, eaten。回答 ：No, I haven't。动词 eaten， 请继续接着。当然，我们知道 had 也可以当作吃的使用，所以这边吃用 had 来代替也没有问题哦。So everyone, let's read the sentence together. Have you eaten lunch yet? No, I haven't eaten lunch yet. Number three, 一样给同学十秒。Okay, everyone, for the first blank, have, has, has 呢? Good job. It should be has. 因为 he, 第三人称单数的关系，我们需要用到 has. 写作业，做作业的做，是 write homework 还是 do homework 呢，大家？ That's very good. 这应该是你的语感，叫做 do the homework. 所以 do, did, good job.Do, did, done. 所以在这边 ，Has he done the homework yet? 回答 ，No, he hasn't done the homework yet. Alright, 我们再来试试看最后一题。They have swum and danced together this semester. 请你把它改成疑问句，肯定简答。否定简答，同学应该可以拿出一张纸跟笔，把你想要写的答案先写写看，练习一下哦。二十秒之后，我们来公布答案。好，同学应该都已经写好了吧？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老师一再强调 ，have、has 加上 VPP 是我们最基本的句型。have 是助动词，所以问句的时候，我只需要把助动词 have 放到句子的最前面。所以大家，句子应该会变成这个样子哦。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Have they swum？And danced together this semester. 刚刚强调 have won, have 回答，所以回答 yes, they have. 否定简答也很简单 no, they haven't. 所以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现在完成式的第一个使用时机的练习。接下来我们要进入Present Perfect Tense， 现在完成式，它的第二个使用时机。诚如刚刚在影片前面介绍的，第一个使用时机是时间不明，第二个使用时机是指到目前为止曾经发生
或没有发生过的经验。所以举例来说 ，Have you ever been to Japan？ Yes, I have. I have been to Japan twice. 曾经去过 ，ever 翻译成曾经。曾经去过日本吗？是的，去过日本，而且 twice， 中文意思是两次，去过的经验有两次。第二句话 ，Has Hank ever tried post crossing？ Yes, he has. He has tried post crossing before. 这里加上 before 是指过去到现在为止曾经有的经验。He has tried it before. 好，所以在这样子的使用时机之中呢，我们就会加上了比较细节的字，叫做 ever， 翻译成曾经。回答的时候会有次数，举例来说，一次叫做 once， good， 两次是 twice， 三次 three times， 或者用一个比较大范围的字叫做以前 before。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no 的回答。No, I haven't. I have never been to Japan. No, he hasn't. He has never tried post crossing. 所以同学会注意到，这个时候我要表示经验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几次数发生，所以我会产生一个字叫做 never， 从未。好，以上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两个非常容易混淆的片语，实用时机叫做 has been to， 要注意到的细节。第二个叫做 has gone to， 我们一个仔细看。第一个 have been to， 这个片语是拿来表示这个人去了某某地方，而且去了之后人又回来了，所以去了这个地方成为他的经验。我们来看一个句子。 I have been to New York Times Square many times. 所以这个人有在时代广场吗？并没有，人已经回来了，去了很多次，人已经回来了，去过这么多次成为他的经验值。再看一句。 Have you ever been to India? 这句话是指对方在印度吗？没有哦，这句话是指这个人现在跟你在同一个地方，你只是在问他有没有去过印度的经验。 Next one， 我们来讨论 has gone to。 Have gone to 则是表示这个人去了那个地方，而且还没有回来，我是拿来强调动作已经完成了，去的这个动作完成了，而且人在那个地方。来看个例句。 They have gone to the USA， 表示这些人现在人在美国，不在跟你说话的现场。再一句， He has gone to India， 表示这个人现在就在印度，人不在这里。所以呢，我们来总结一下， has been to 是指强调经验， has gone to 则是指强调动作。这两个片语很容易搞错哦，希望同学能够清楚地分辨它们。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点点练习，接下来让我们来试试看吧。给同学十秒钟，我们来想一下答案会是什么呢？好的，同学，第一个的答案应该是 have， 第二个拥抱，拥抱的英文叫做 hug， 所以这一个的答案是 hugged。 再来回答 No, I haven't， but Sally 第三人称单数，所以我们用 has， Sally has huggeda koala. Everyone, let's read the sentence together. Have you ever hugged a koala? No, I haven't.
But Sally has hugged a koala. 不要忘记，这一题是利用现在完成式表示你的经验。第二题，十秒钟让同学思考一下。好的，第一个是 Has your son ever 看过？看的动词是 see， 所以它的三态 see, saw, very good, seen. No, he has never seen. 或者我们可以用 never 的另外一个否定字叫做 not. No, he hasn't seen a swan.同样道理，再次强调，这个是利用现在完成式来表达你的经验。同学们，我们一起念一次吧。Has your son ever seen a swan? No, he has never seen a swan. 或者我们可以说 No, he hasn't seen a swan. 再来试试看最后一题，给同学20秒。好的，我们来看答案。Haptin and Bella，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曾经做过这件事，叫做 ever。Haptin and Bella ever fed the stray dogs？ 肯定简答，我们可以说 yes they have。否定简答，我们可以说 no they haven't。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现在完成式的第三个使用时机。第三个使用时机是指事情发生于过去而且持续到现在的动作及状态，关键字在持续到现在。因为我们要探讨过去到现在，所以常常会出现一个疑问副词叫做 how long， 多久的意思。我们来看第一个问句，How long have you lived here? 你住在这里多久了？我们来看一下回答。I have lived here for 10 years. For 10 years. 在这里居住十年了。同学，这边的 for 不是给或者是为了的意思。这边的 for 要翻译成持续。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句。How long has he been a dentist? How long has he been a dentist? 他成为牙科医师多久了？过去到现在这个时间有几年？那我们来看一下回答。He has been a dentist since last year. Since 翻译成 That's right, 自从。所以自从去年到现在，为期一年的意思。或者我们可以更精确一点， since he was 25， 自从他25岁。这边老师要提醒大家， since 后面我们都是搭配过去式，所以请注意一下，这边用的是 was。 为什么使用过去呢？同学不要忘记，请回到最原始的定义，现在完成式在这里是指事情发生于过去到现在的动作，所以 since 后面这个点用过去式，就是指定义之中发生于过去的这一个点。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比较一下 for 跟 since 的不一样。 for 后面是接一段时间，所以同学可以看到这一句For 2 years， 长达两年。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句子。We haven't gone to the movies for 2 years. I think it is probably because of COVID-19. 再来，我们来比较一下另外一个跟它很像的，叫做 since。同学，请仔细看一下两个绿色的区块。For 是加一段时间 ，since 则是加一个时间点。
我们来看例句。Jim hasn't seen his cousin since he was 10 years old. 过去十年都没，从十岁开始都没有看过。十岁就是一个时间点。所以 for 跟 since 呢，最主要的差别，一个是指一段时间，一个只能指一个时间点。再来，我们马上进入练习。第一句，上网多久？上网五个小时，给同学五秒钟思考一下。好，同学，答案 How long have you served the internet? 再来，关键的是回答 I have served the internet for 5 hours. 请问大家，再次强调，这个 for 应该要翻译成 That's right, 持续。下一题，这一题比较长，给同学十秒钟。Alright, 第一题答案应该是多久，片语叫做 how long。继续后面的答案应该是 have the student joined the dancing club。回答应该很简单 ，they have joined the dancing club。关键 3 years 是时间点还是一段时间呢？大家 ？That's right, 3 years 是长达的一段时间。所以要用 for， 我们一起念一次吧。They have joined the dancing club for 3 years. 再来一题，十秒钟。好的，同学，种菜多久？多久的片语，请再练习一次，叫做 Very good. How long? How long have you 种蔬菜的种，我们要用 grow. 请问它的三态是 grow, grew, grown. How long have you grown vegetables? We have grown vegetables. 后面呢，同学？我们要用 for 还是要用 since 呢？ We wer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这样子长的句子，我们应该要用 since。 下一题，十秒钟。再次强调多久，片语叫做How long? How long haven't you gone swimming? 回答 We haven't gone swimming since last winter. Alright, 再来我们练习一题比较难的。请以三小时回答，这一题给大家十秒钟作答。请注意一下，三小时是要用 for 还是要用 since 呢？好的，我们来看答案。答案当然是要用 for， 因为 3 hours 是一段时间。Everyone, let's read the sentence together. The basketball players have practiced playing basketball.For 3 hours. 好的，再来一题。十秒钟。2005年，同学是要用 for 还是要用 since 呢？好的，答案是。Since， 因为2005年是一个时间点。Everyone,
The answer goes to They have done recycling since 2005.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是非题，正确画圈圈，错误画叉叉。Everyone, for first one, true or false? Yes, it is true. Very good. 完全正确。Since 后面加一个过去的子句。第二句。大家觉得正确错误呢？这一题应该是错误哦。应该怎么改呢？直接把这个 ago 去掉就可以了。For 5 years, 持续五年。第三题，Everyone, true or false? Yes, it is true. Number four, true or false? Yes, it is true. Very good. 最后一题咯。Yes, it is true. Very good. 来，以上的五句除了帮大家练习 for 跟 since 的区别之外，我们也来总整理一下我们对现在完成式的使用时机。第一个，发生于过去，但是时间不明。这样子的情境之下，我们会加上一个字叫做 already。当然，这种字有跟没有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哦。第二个时态，第二个使用时机是指目前为止的经验，有或没有的经验。举例来说的句子 I have swum in the river once， 因为是指经验，所以有时候会出现 once twice 哒哒哒。再来第三个使用时机是指发生于过去且持续到现在，因为这样所以会出现 for。 那刚刚也有学到除了 for 之外还有 since 的使用。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现在完成式的介绍，同学们不要忘记了哦，回家请完成课本的练习。 See you next time.